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Not sure what hope to find it soon. Not trying to complain, but I could use a change. I risk it all, I played it safe. And it don't matter, the outcome stays the same. Nothing lost, nothing gained. I could just use a change. A little up, a little down. A little lost, a little found. A little home. Good morning, everybody. Oh, 还是好想睡。大家看到我这边有一个行李箱，没错，我又要出国了。那我要去哪里了？我们一二三，一二三，美国谋求啦！给你一个赞。我今天是晚上的飞机，先到台湾再去转机。但是我昨天晚上突然意识到说，哎，不对，我今天有拍摄，我今天有工作，所以我要赶快把它整理完，然后先把行李拖到公司去。没错，这是一个艰辛的任务。哇 ，Forever Last Minute Packer。Yeah, feel like I'm stuck in a trap.Rather be playing in traffic, stuck in the middle of the map. Higher the rent and the taxes. I've been out looking for substance or something that made me feel love and acceptance. Knowing I never had options, the city my only direction. I just wanna run away. Got a dollar and dream, poverty really be bothering me. Feeling the city keep calling to me. 因为我等一下要去拍摄，所以我想说我就换一部小一点的相机，等一下拎举北角风饼干们咯。我想要去尖沙咀跟 Simon 一起去拍一个照。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要落雨，大家有没有看到啊？要落雨 ，Oh man！ 香港应该已经连续下了应该有两个礼拜的雨吧 ？Crazy！ Hello。好啦，我们刚刚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今天的照片都完成了，好叻啊！影相进步，神进神进，我先跟他说了，但进步，神进步系神多久的一个新的像美食广场地方，然后我现在非常想要吃什么呢？马龙街来了。哎，我必须说这里很像什么 K 书中心，你知道吗？因为它这边像我现在在的这个桌子啊，它这里有个可以充电的地方，而且居然有 Type C， Oh my god！之前排队可能都要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但今天是完全没有队。今天从走下飞机到逛海关，认真大概就十分钟吧。哦 ，Hello， 加油！我的腰还好吗 ？OK， 轻松了。我刚才跟他们说，我哇，什么事？一路开过来好紧张哦，好像是 Salesforce 现在有一个什么 event， 然后就车祸很多。不是有一个车祸，然后人就塞得很惨。Welcome home。饭的男人加十分，那个筷子啊掉地板上，马上捡起来继续用。他说是地板的味道。我是昨天晚上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时差调得这么好，因为我昨天晚上撑到了大概这边的半夜两点之后，我又直接 pass out， 然后直接睡到今天早上的大
在9点左右吧。但我觉得每次都是来美国的时候时差比较好调，但是回去亚洲的时候时差就很难调。我上一次应该调了有一个礼拜多吧，两个礼拜。年纪大了，在美国的时间呢，其实刚好撞到了一个应该说科技业的算大事嘛，对，就是 iPhone 15的推出。那我现在这台 iPhone 13呢，大概用了2年左右，其实不算太久，因为我现在蛮常用手机拍片的。然后这一支现在那个电池已经有点悲伤了，所以如果15的那个拍摄性能有增加变好的话，其实就还蛮吸引我的。那当然呢，除了手机之外，我们的手机壳也是很重要的。就在我心心念念想要换手机的同时 ，Case 的牌就来找我合作了。我们这边掌声鼓励一下。先来介绍一下我还没买，但是我大概80%会入的 iPhone 15手机壳。你看我未雨绸缪 ，Casefa 一直都是手机壳界就是领头羊嘛，所以他们这次其实已经率先推出了 iPhone 15的手机壳，还有一系列的电子配件。我现在先重点跟大家介绍这个全新的 Ultra Bounce 手机壳，它真的感觉很防摔，因为它 total 加起来总共有6层的防护。它有专利的抗压类跟气孔设计，所以可以提升你在撞击时候的那个保护力。它也通过了260次的跌落测试，还有高达10米的高空跌落测试。简单来说就是防护力 max。除了出新品之外，他们当然也不会怠慢了，去升级他们本来的热卖款式，包含这个 impact case 跟 mirror case 都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入手过的了。那这次呢，他们完全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去升级，他们的重量跟厚度都减轻了16%。然后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会喜欢挂那个手机绳出门吗？所以他特别在旁边开了2个洞 for 手机绳。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是在用他们家 impact case， 然后我觉得它的防护力已经是真的很不错了。OK。那除了手机壳之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机配件。首先第一个是它的 Snappy Grip Stand， 它的一个手机的小支架，是我这次真的金鱼脑，我居然忘记我把它留在香港的一个小配件。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很可爱。我现在开放3秒钟让大家指责我。它除了是可以这样拉开来，这样子看手机更方便之外，它也可以折到一个角度，你可以摆在桌上面这样看剧什么的。还有一个好处是，它是可以粘在后面这个圈圈的，所以你就不用怕说，你知道之前我们很多那种支架都是一定要粘死，粘死你就拔不下来了。不会，你不用担心这个了 ，OK？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因为他们还有出很多很可爱的手机绳，你知道吗？这个很像什么？你知道去音乐季的时候会戴在手上的那种珠珠，超可爱的。而且我特别选了上面有一个 C， 好啦，它可能是 Casefa 的意思，但是基本的还有就是充电线啊，还有像这个无线的充电器，使用方法就这样，粘住。那如果呢，你跟我一样就是非常的 clumsy， 很常跌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就是保护力再往上升的话，他们还有这个银保贴跟镜头保护贴，然后大概是这样子，你可以自己贴。不管你是不是想要换 iPhone 15，或是你想要帮你现在的手机换个衣服，或是做一下升级的话，那只要用我的 promo code 15Cynthia 就可以有85折优惠，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看。我们今天的行程呢，首先要先去朋友家 pick up 东西啦，因为他的朋友在过2天就结婚了嘛，然后他是 groomsman， 所以他要去履行一些他作为伴郎的一些义务。然后呢，我 request 了，我想要吃 Krispy Kreme， 可以带我去吃吗？哦，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行程。大家看我今天的 outfit， 我穿了一件 sweatshirt， 然后背了一个后背包，是不是很大学生的感觉？等下出门我会换成这部小的，因为不然这部实在是太重了。这边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杂货店的那个摆设嘞。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多 span， 然后还会有这么多的健达缤纷乐呢？因为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果然是务实的金牛座。Let me take one. OK。教大家一招，你的 plant 偶尔需要给它转一下。不然它会一直往太阳长，然后就会偏一边。在我家都没有这个困扰，因为在它们能够往太阳长之前，它们可能就死掉了。哇！Shiny milk cart. You can put something like longer through if you need it. I don't know.Maybe that one goes in first. Yeah. The size. Okay. 第二站是 T-Mobile. 帮这个人
加一个 phone plan。我是一个没有 data 就活不了的人。然后我是一个 for the data。For the data only. Yeah, you don't need any caller text, right? No, not really. Yeah, I've got you. Thank you. That's a fixie right here.Going to be using it outside a lot? I think so. No, can we just get the 30 for you? 30? Okay. Okay. I'll get a 30 gigabytes one. Okay. So it's going to be that price plus $10 one time for the same card. Okay. Okay. Enter your pin right here. And do you have the device you can use? Yeah. Wait, should be this one. Okay. Data get. Crispy.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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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 好开心，好开心。你敢锁我到车子外面 ？Excuse me. Krispy Kreme, Krispy Kreme, let's go. Krispy Kreme. Okay, never mind. 我们改变主意。我们先来吃晚餐，因为我们感觉发现我们肚子有点饿。大家有看到吗？哇，今天晚上的 pick 是什么呢？Indian food. 哦，好吃吗？Krispy Kreme， 这有点太夸张了。我们那要一整大整这样子买，然后一个卖一块钱，我们还可以有赚。现在它一个 single donut， 一个 single glazed donut 就要2.49。我每次看到你的影片，我就觉得我好像很丑。OK， 刚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知道 Krispy Kreme 的灯亮的时候，它会给你 one free original glazed donut。因为我们今天只买了一个 original glazed donut， 然后我们要付钱的时候，他就说 Nah, you guys are good。我说啊，为什么？ And then 因为灯是亮的。那你要不要加一点这个？我开玩笑。准备来看 Money Heist， Money Heist， Korea， Korea。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